LED 耶、欸、LED 龙山寺帅一波。龙山寺捷运站超快，有多快？这里就是捷运站，这里是捷运站，转个头，那里就是我们今天住的文甲行旅，有没有？那栋灰色的建筑，走路不到30秒就到了，超方便。耶、yeah ！这边是龙山寺，然后有很多阿伯，可以集粉丝啊，你可以来按摩、算命。好哦，喜欢看阿伯的话，真的非常多。龙山寺真的很多阿伯哦。对，就像西门很多小屁孩一样，跟观光客。哦，西门很多小屁孩，我真的觉得影片出来你会被打，怎么办？看帅哥的话，帅哥去成品。成品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边的集粉丝跟 SPA 按摩。还有算命，真的很多哎、欸。龙山寺的文创区看到没？哈哈，龙甲龙山文创，比出阿伯阿嬷也是要文创的，他们要文创，要文青一下。每天要买个佛珠啊，每天买佛珠，哪门子文创？新粉丝是他们的文创哈，对。小的店。真的、欸，没什么年轻人走在路上。我刚刚说的，好了，也不错啦，古色古香。那这边还有卖玉石啊，点痣什么 polo 衫，帮阿公买 polo 衫，对，阿妈买一个衣服啊，对，还不错。哎，有卖旗袍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想穿旗袍？辣妹旗袍。龙山寺捷运站出来啊，这边超多吃的，然后还有些传统点心。经过这一间，它猪脚看起来超厉害的。这饮料才25块、30块，玉米三只还50块。其实台北物价有的地方也是很划算的、啊。可是玉米很大只哎，这么大只，3只50块。这间排骨摊，闻起来好香哦，很爱萝卜排骨，我来喝喝看。这位太太点了什么？当然是萝卜排骨汤。我们的萝卜排骨汤上线，这排骨有够大的啦，就是大概这么大，手掌，夸张大。试一下感想。汤很浓郁啦，我觉得汤很清甜，嗯，萝卜味道有出来。你吃它那个肉，这个我那个三层吗？软的吗？好吃吗？有入味吗？传统市场里面这有很多内行人才知道的东西，还有这一块，这感觉是 Q 的、欸。对啊，你吃它是属于 Q 的还是你直接咬？哇，这咬肉大口，好吃，是软还是属于 Q 的？又软又 Q， 又软又 Q。好，谢谢我干。从龙山寺捷运站出来，它旁边的巷子再弯过来。新富市场，然后我们要逛。好，这是东山水街市场。走，好，走。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？鸡。这里的菜市场就觉得跟一般的不太一样。因为比较好看，而且比较明显，重点是也很干净。它除了有卖一些菜啊、肉啊，或是说衣服，还有什么？我觉得如果有来龙山寺玩，其实来这边拍照也不错。嗯。因为假如你要看过去，甩包子，觉得哇，闪着闪闪发光。超文创的招牌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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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这边很多日本人来观光，所以它很多招牌上面都写了日文。很多肉粽啊，哇，各种粽。发现一间超可爱的鱼店，旁边还有一间很可爱的花店。老板好淡定，好可爱哦。就在鱼店里面，竟然有文青店啊，太夸张了。还是古迹哦。哇，那个妹子好萌哦，可以跟你要LINE吗？要一百万。要100万？凭啥？凭你这张脸吗？我嘴贱的。倒给100万。可以烧给我。烧给你。太可怕了。里面好美哦。用拳头跟你干。要回旅店，然后我们一出捷运站发现蒙甲夜市就在那，超级步行应该一分钟吧，30秒左右就会到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回饭店放东西，然后再去逛夜市。超累。跟全全都补完妆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又是就是要出门，看似很有精神的状态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很有精神。某人已经在应城，快往生了。我们来看璇璇怎么去挑战电力波什么，如何逛夜市。为了证明就是夜市真的非常近，所以我们决定从旅店的门口，等一下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旅店的门口在那有没有？从这栋建筑物走到。也是，没错，用爬的啦，爬得更快。你爬爬看啊，你爬，不用客气。不用，我们可以反过来啊。反过来，应该你拿，这样你、我拿，而且我比你高，让我拿。穿了厚底鞋就觉得自己高，哎、欸，根本没有拿好，算了啦，放手。不专业，超不专业的，猪队友。他刚才把人家我们跟饭店借的雨伞就这样子丢在哪？丢在打电动那。然后逛街逛了一半就说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少了一把伞？我们又冲回去拿那把伞。对，打电动的时候真的很难顾。对，就打超烂的，他差点搬坏那个电动的那个遥控器，我傻眼。啊，我们要到嘞，好快。对，到了里面。基本上走路就是，30秒吧，大概20秒左右。到了。蒙甲夜市，一直念成蒙甲夜市。对啊，蒙甲夜市我以前来过，有吃过一间非常厉害的霸王，应该是我个人喜欢，所以即使很饱，我还是想吃。真假？我想吃，我霸王控啊！他两袋都还没吃完，然后要那个可以当宵夜吧？我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想吃霸王。就是这间，哎、欸，好近哦！哪个哪个？就它这间霸王。如果没有找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间。拍一个霸王的特写。还是蛮好吃的，只是我记得以前有栗子吧？是我记错吗？好吃吗？嗯，还不错，甜甜的。我都喜欢吃那种甜甜的霸王。嗯，好吃啊。嗯，它肉一般有的像新竹霸王或是基隆霸王，有的会做红烧肉，但这个不是，就是一般的，但是很香啦。它的酱就是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很香啊。不是只有，还有笋丝，嗯，上面还有加笋丝，还蛮好吃的，有层次啊。我是个霸王控。
后悬崖就笨。华西街里面有很多海产店。从来没有吃过，但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。对啊，很好吃。真的假的？老板，我要一杯甜草的。这阳光好刺眼。要大杯小杯？大杯。没有炸蚵啊，看起来好吃哦。好吃哦，可是我们吃不下了。它蚵啊超大颗的，饱满，感觉很好吃，下次可以来。看，傻眼，我再投一次。50块夹到了这只，然后这只是李安借我拍的，开心哦。阿姨，你人很好聊哎，那我来买一条片这个好了。我要买这个，这怎么卖啊？1片80，你买100块，阿姨做半片给你吃。我帮你烤，你慢慢照。有小片一点的吗？买50块就完了。好，那我买50块。耶，阿姨，你们在这边开业多久啦？32年了。找我的那个粉丝专业。哎呦，阿姨有粉丝专业，有外送跟宅配。烤过很好吃，我之前都吃那种包装，非常好吃的，包装那种刚好没什么味道，我就觉得很普通，但是我不知道烤起来那么香，很香的。李安的初体验献给了那个小辣椒阿姨了，什么初体验？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啊，那个是烤鱿鱼，蜜汁鱿鱼，好吃，很可爱。这个游戏机也完蛋，我的仔仔心态又发作，他可以玩吗？我可以玩吗？可以。刚吃完鱿鱼，现在要玩游戏，你真的像小朋友。可是他那个很复古哎，你自己拍。小屁孩要玩什么？以前那种应该十几年前的那个老游戏。好，去吧。不知道大家啊，我玩过 PS 版的。哦，真的 ？Sorry， 不是这种。是玩 Sega。Sega 什么？是一个很旧的机型。我老是觉得你会把人家的东西搬断。不会。Oh my god， 超好玩！哇，哎，吃，吃啊，那个是吃的啦，啥肉，啥躲屁呀、啊，傻眼呢、欸！我不确定他怎么吃。那吃那是变换子弹啊！啾啾，拜拜！快快吃，哎，不吃没得吃了。看，好恐怖！漫步回我们的文甲行旅了，非常的开心的一天。对，还打了电动，精疲力尽。我还好，我还可以再打个别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难怪人家说就是万华区这边很多电动可以玩。对呀，我们刚刚看这边真的很多阿伯。龙山寺捷运站，只要是早上就有龙山寺特产，各种阿伯。各种阿伯玩电动啊，甚至那个龙山寺外面也坐了好多阿伯。哎，有那个十几年前的游戏啊，很值得玩啊。感觉就是阿伯们会喜欢的一个地方，很适合老人家居住。没有啦，偶尔来也不错，怀旧感。是真的很开心，玩得很开心。对，棒棒。耶、yeah ！安全锁一逼，进门。